用漂流木加上油彩创作出一张张不同的脸孔，象征族群融合，共同在台湾这块乐土上共享共生。用不同微笑的嘴唇和起飞的翅膀，希望带来自由飞翔、无拘无束的宽广心情。平面油彩画这幅好狗命，人类单手环绕最忠实的伙伴小狗，配上牡丹花，象征狗儿带来幸福感十足的生活。这些充满创意的平面和立体视觉创作，都出自艺术家庄智辉之手，跳脱传统格局。庄老师自己发起心灵画派，作品只有编号，主题名称留下空白，希望民众不只是来看画，更能参与创作，替画作命名，透过不同的年龄和心境，延伸出丰富的想象空间。因为我透过这些感觉有没有来诠释我对人世间的一种情感，就是说以心投射在我的创作上，那我觉得说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珍贵的宝藏。营造开放式的空间布置，策展的 Q 艺术空间，希望民众能用轻松愉快的心情来赏画。因为我觉得这边附近还蛮缺少这样文艺的空间啊，那刚好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场地，那也想要提升那个小朋友对艺术鉴赏的能力啊。我是因为很热爱艺术，所以我才希望把这边小小的空间营造很温馨的气氛，然后让很有实力的艺术家可以在这边展出，让我们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在很轻松的心情下来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庄老师透过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心，塑造出45件引人醒思、创意无限的精彩作品，希望观看的民众也能够发挥想象，培养创作和喜好艺术的理念。